9月11日下午，章子怡在微博 PO 出一组照片，并配文称，落地美国，龙卷风袭击亚特兰大，被迫滞留华盛顿了，怪兽肯定在偷笑，收到几张照片，心里也是安慰， Rocco Daddy 奶爸做得也不错，给峰哥打 call。 照片中除了一张内容是章子怡独自在机场候机，其余都是汪峰在陪着女儿玩耍的照片，汪峰带着女儿去看小动物，摇滚奶爸带娃也是有模有样，网友见照纷纷评论，真羡慕那些喜欢章子怡一家的人，毕竟和我一样有眼光的人真的不多了，小朋友和小动物都超可爱，我还沉浸在演唱会中不可自拔。Rocco Star 已经切换到 Rocco Daddy 形态了，为你们一家疯狂打 call。